我今天也做了一个实测，你们帮我顺便检查一下我这个实测的结果啊，效果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哦，右边呢，你们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右手边，靠近你们，其实这个其实现在洗完这个头发的条件，就像你们自己在家里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每天。我现在每天都就洗完的护发的结果呢，它就像这样子，加甜就是这样，就是很毛躁，有可能有断力又纠结，断对，跟我一样。我就试一半，一半是用他自己使用的，就是我的同事他自己试的，那这边呢？是我最近在市场上发现一个，我觉得它的成分已经快接近专业沙龙等级了。它使用完之后啊，它的护理成分非常的高，所以使用完了，你看我用梳子，哇，哎，真的，这好夸张哦，哇，然后这边这样的，这是两个人吧？对啊，这个边真的很夸张，你看它这边也太美了吧。颜色的渐层也好漂亮哦，所以这个实测结果你们觉得满意吗？当然了，那你们试试看，梳子看，这个强大了吧？你们都知道脸部是不是有青春露？对，它就是头发的青春露哦。哦，这么高级，而且呢，你们两个刚刚提到的问题，一个要头发能强韧，对，另外一个能护色，对，它双管齐下，这么厉害。这里面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成分，一个呢是天王，那这个成分呢，它大概历经了15年的研发，而且是独家的 Nipple Shop， 它是超微渗透因子，它的功效有什么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让你在染烫过后的头发呢的角蛋白可以重新连接在一起，之后它就可以强韧，而且呢不容易断裂，这很重要耶，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护色呢，就是天后氨基酸的护色因子，哇，很重要，使用它之后，它就像穿了一件防护衣哦，让你的头发发色呢不会这么容易掉色，而且可以让发色呢维持更久。快就把这两个洗护呢送给你们两个回去洗。那我们今天直接在现场帮他做一个模拟，是模拟在家里洗完后香布，在家里直接做护发，它的剂型其实很特别，很像乳状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我是几岁？它可以很像乳液的质地哦。那为什么它是乳状？因为它乳状呢，它可以减少在受损头发上面呢，因为你在洗发跟护发过程中减少头发的摩擦，它会比较容易上到头发上面。那在涂抹的时候一样。洗完对，搓在你的手心上面，直接从上往下，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面，是这样白的，对不对？当它变透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冲水了。表示它完全吸收了，而且都把头发的修复都达成了。那我们有什么特别按摩的手势？好，其实我都是在顺压它的毛鳞片。其实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四个指头上面，稍微均匀的把它带下来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可以，但少伟，你再来摸摸看这边。而且我刚才很仔细看，我知道为什么老师的那个身材这么好，因为他在按摩的时候还要深蹲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紧，有，感觉就是更顺。这边还没有，而且这边很饱满，很亮，饱满，像不像丝绸的感觉？而且变得很大一撮啊，像丝绸感觉吗？像在摸那个布的感觉，对。对，哎，我觉得那个涂完的那个保养品之后，整个就是头发的发质变得很好，变得很饱满这样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扭转，对，扭转，稍微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我们都向后转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向后转什么意思？不是你向后转，是头发向后转。不是往你反了，你反了，你反了，往后面，一定要向后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因为向后比较看得到。哦，向后向前这两边统一就可以了。这样摆着。要转出枝来吗？啊，不要，真的，好像拧毛巾，有点像拧毛巾，对啊。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冲水。好哎，是有多神奇啊？你看，当然。刚刚那个发质跟现在的发质，其实这有光泽。其实，在这个系列里面，他要讲的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让头发变强韧。当头发强韧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断裂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要让你的头发呢可以强韧又可以护色。因为大部分女生会碰到一困难，就是有强韧就不能护色，有护色就不能强韧，但这两个就双管齐下。那我可以每天用吗？一定要每天用。洗发跟它的润发是每天用，那护发呢？一样啊，洗护是一起啊，它是居家的洗护，洗护，那如果我刚去染完回来呢，还是每天用染完哦，染完是，因为它就是针对你染后
可以使用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掉色，它反而不会掉色，会让你颜色更持久。哎，我们先谢谢思明啊。那我们今天用的其实就是甩一下头发，没甩，没有那么短，你知道比较难甩，是很美。你看它的剂型，这是洗头发的，这是洗发精，它洗发精也是乳液，它洗发精设计的就像保养品的质地。那这个质地呢，在它的设计上面呢，就是可以减少受损发呢在洗发时候的摩擦。摩擦哦。边洗的时候，头发的质地会摸起来越来越像丝绸，所以就不用担心，就帮你柔软。在洗发的时候就可以，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就可以喷胶，而且再就是你可以每天洗，就不用担心会断裂的问题。简单，要记得哦。每个女生都希望可以拥有跟诗迷一样亮丽的秀发，不用担心断发，也不用担心掉色。发质不好又喜欢染发的我，也好想洗洗看哦。